这个再把阿拉各位观众好点内部的，大家我好点领导人给大家看看嘛，看看。呀，走啊，杨明，走啊，杨明，成我，成你啦！这个为啥要跑出来？一定要跑，成你啦！因为这个辰光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它还没有音响同步器，所以一定要跑。那个大家先生们、兄弟们，大家好，我搿么子一定要跑，跑回去噼噼啪啪、噼噼迷茫一样的。那个阿拉女生就不要跑，那个么子跑上去有副作用。这个医学术语叫小叶增生。冒冒冒，这个哎呀！我告诉你一个非常绝密的东西，大家知道吧？那毛主席不但是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理论家，他还是个伟大的作词作曲者，你知道吧？不晓得吧？我想嘛，你前一段时间非常红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就是毛主席写的，有一首歌叫《吼吼吼》，我六六六，这是一个尘封六十年的往事。我今天揭开以示观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为啥让他成为毛主席？这是基础嘛？毛主席在开庐山会议的时候，两边都还有两个朋友，谁呀？当年斗争鲁迅就是老火的，这场庐山女名叫蓝萍，丁老丁立伟嘛，伟大的历史，不管是伟人，伟人也是人嘛，对吧？你的女名一说女名，吃不消。毛主席混得在高雅些，当然是你要在庐山面对群山，由衷的发出了感慨。毛主席，够了，够了，我好累呀！群山回应 ：Go go go， 我溜溜溜。这个是。听你那帮鞋子可能来了，反正我讲啊，你小周同志，听说你在波特曼开了我为采访的脱口秀演出，我觉得很浪漫。我和你邓大姐一起来吗？但是他们票是买不到了嘛。门口的黄牛，我问他们退票嘛，他们不退的给我们，真是人走茶凉啊。晓得啥人来的吧？这个李健，你最好的嘛。赵老弟呢，应该是个化化妆的。哎，老弟应该呢，就说，你看我这个裤子应该。但我今天这个裤子的裆呢，不够长，不是八寸长九寸长，拉到都要裹牢的。这个形象，这个不能随便拿，这个我意思，因为这个东西网上这个要有级别的，你不够级别你就需要给发出去。那其实形式并不重要，关键重要的是神似。我就可能把锅上了，你把大家裤子裤子想吧。朋友们，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武警总队全国各路人民。向战斗的抗洪抢险一线的指南员表示最热烈的问候。同志们，
洪水马上就要来了，你们一定要严防死守，战略到潘洪抢险的追问阵地。同志们，洪水马上就要来了，我在中南海等待你们的好消息。祖国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搞笑了，叫猴你要做进去，听你听一下起诉，想想吧。郑老板，前两年就我们中国碰到一件不是很好的事情啊，不是很好的事情，就是那个阿拉美国，阿拉打四处把美国的主恨了，记忆犹新。可上期我毕业在内部的投资，内部的，当时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江苏主席政治的时候，对吧？那我就想，如果这件事让毛主席碰到，毛主席会怎么处理？如果这件事给小平同志碰到，小平同志会怎么处理？那我就把毛主席、小平同志相比三代领导人，让他们穿越时空，在同一个空间段里对待这件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写给你们看看，好不好？第一个，毛主席，主席不好了，出事了，毛主席。什么事情啊？主席，我们的大使馆被美国人占了。我们导弹库里还有多少颗导弹？主席，还有200颗，统统拿出来打到他的本土去。作为大领袖毛主席一进就是这种脾气，对不对？打到他的本土去。第一，小规模，小规模不好了，出事了，你来当酒吧。什么事情啊？小规模，我们的大使馆被美国人炸，我们导弹库里还有多少颗导弹？小规模还有200颗，先拿去13颗。在他周边地区发布他，他的小明同志一定是发出去，在他周边地区发布他，这是他的小明同志的风格，结果在他的江主席啊，江主席不好了，出事了，让他和平来，我们的大使馆被美国人占，我们导弹库里还有多少颗导弹？江主席还有200颗，一定要严防死守，千万不能流出去一颗，否则我们在国际社会上讲不清楚。我现在的软是为了以后的硬，现在的弯就是为了明天的直。我现在的关键任务就是要把民生搞上去，把金子搞好，剩下的事情让锦涛同志去收拾他们。谢谢。然后就是，喝口水。我刚到过去，我想起那个哎，大家都知道最近那个炒得沸沸扬扬的三鹿牌奶粉，三聚氰胺和奶粉，这三鹿牌里相当于三聚氰胺。其实人家企业里现在有个麻烦，还狡辩。那我们现在加这个东西呢，就是增加蛋白质的含量，也没有什么。你们真的以为牛奶都是纯牛奶？我们中国这么多人口，不加点东西进去，我们怎么够？我们不加点三聚氰胺，不掺点水，不够的。中国13亿人口，你们真的想的真的很天真。你就是把全世界母牛的奶和公牛的奶全部挤出来也不够的嘛。这样吧，今天我们的海派青楼的晚会是以财经的名义进行搞笑。我这样，我们以财经开头，以财经结束，
大家前面我觉得对我的那个三代领导人对美国导弹击中我们大使馆不同的反应，大家很热烈。我为了今天这场演出，我再把三代领导人如何救世来一把，怎样？其实足以看出周立波对。在座各位今天与会者的啊用心良苦和真诚了，绝对就是为了这个今天的晚会度身定制的一个压轴节目。我将所有的套路贴着导弹的故事来，贴着它的整个结构来，大家看好。哎，侬不去上海，我老标准，别说了，帽子也没办法讲上海话是吧？我刚刚背一个嘞。毛这个男的你刚才哈子的毛这个弄啥意思啊，你怎么哈子出事不好了，出事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的股市崩盘了，我们的股市崩盘了，我们硅谷里面还有多少人民币啊？主席还有8000亿，通通拿出来打到股市去。主席，如果打进去人不见起色怎么办？大王啊，你跟我你一副搞全国人民输啊，号召全国人民从下个月开始拿出工资的一半炒股，我不能就先带一个头拿出我工资的一半炒股，拿出我稿费的一半炒股，不要买平安的。也不要买总石油的。同志们，美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嘛，老板的事业是正面的事业，正面的事业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今天毛批的强调对吧，就我俩的说兵勇士老套的啊，全部都是不好出事。你再来看什么事情？我们的股市狂跌了，我们硅谷里面还有多少钱？小明同志，还有3万亿，先拿去硅谷里面的3%，先死他也好。小明同志，如果下去人不见起色怎么办？东归不是有个湖人排行榜，号召湖人排行榜先排名前100位的富豪，拉出他们身家的50%来救市。我当时是要让以小部分人先扶起来，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要派他们的用场。小明同志，这帮富豪在没富起来之前都挺有人样的，他们富豪富了以后好像就不把自己当人了，他们把自己当神了，万一他们不肯拿钱出来怎么办呢？小王，你不要这样说我们中国的富豪们，如果人家不愿意拿钱出来，一定是有人家企业自身的困难，你可以帮他们先查查账嘛。先查查账，我早就说国家富豪，国家和富豪的关系就是水和鱼的关系，人家说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妈第三个了，这东西爆了，出事了，什么事情啊？我们的股市暴跌了。我们国库里面还有多少钱？江主席还有7万亿，一定要严防死守。这
在没有目前情况的前提下，千万不能有一分钱留到股市里去，因为那啥。现在不知社会上的反应怎么样？江主席，美国就是的，英国就是，甚至欧洲都在救市。我们先不要动，我们一定要已经知道，后发先至。美帝国主义想把这些厂出来的货，就我们中国人民，就全世界人民为他们买单。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容易。我一定要凝结十三亿共那个中国人民的共同智慧，抄他们的裸底。谢谢大家。